中國人壽香港超級聯賽在青衣運動場上演，有進鋒對著大埔啊。咁啊，賽前就大埔排第三位，進鋒啊排第十一位嘅。咁啊，綠衫就係大埔啦，粉紅色衫嘅就係進鋒啊。咁開波嘅早段咧，大埔嘅攻勢係比較多嘅。咁呢球啦，盧卡斯。咁啊射埋去入咗網咁，但係咧即係睇翻 VR 咧係越位在先啊，所以就炸烏嚟嘅。咁跟住大埔嘅另一次攻勢啦，又係佢盧卡斯跳過咗對手，再射埋去，可惜咧就個角度就側咗啲啊。咁見到啊盧卡斯其實上半場咧表現都好落力啊，咁啊連番嘅施射，但係都未能夠破網嘅。咁跟住大埔嘅罰球俾迪高斬埋去啊！見到啊馬高斯山路士係批到噶啦，咁啊但係個波就批得稍微薄咗少少。咁跟住大埔嘅角球俾迪高斬埋嚟啊！謝神啊今次，咁但係頂得都係比較正宗嗰啲啊，俾龐俊熙啊救翻出嚟嘅。咁跟住咧，其實大埔嘅攻勢咧都係比較多啊，咁進鋒都有機會嘅。咁見到呢球啦。何思哲咧頂埋去，其實都頂得相當靚啊！但係謝嘉榮嘅反應相當快啊，將個波啊托出，咁啊進鋒呢球咧就係上半場嘅黃金機會嚟㗎啦。咁跟住大埔亦都有一次角球嘅機會啦，又係佢謝神啊！今日就三番四次啊上嚟助攻頭槌都頂到㗎啊！咁啊，跟住去到上半場嘅補時階段㗎，李家豪上嚟助攻。叫翻上嚟左腳射埋去世界波啊！嚇，李家豪啊射入咗佢今季嘅第二個入波。咁啊，當時大家都以為佢係右腳出波嘅，咁但係假嘅，扣翻過嚟左腳射埋去就喂大埔喺上半場嘅補時階段就先開紀錄領先1-0啊！咁呢度見到個左腳啊射得相當靚嘅李家豪。咁啊，上半場就大埔領先一球。咁但係咧，下半場咧就大埔就未能夠將個紀錄拉開啊！見到呢一球啦，盧卡斯撩過俾阿陳少君射埋去，可惜又係爭少少啊！咁盧卡斯其實呢球就撩得相當靚啊！陳少君射埋去左腳一抽咁，但係咧就未能夠命中目標。咁跟住進鋒嘅攻勢啦，呢一球鄭英浩上嚟助攻，跟住射埋去啊！見到佢咧就省中咗阿加比爾隻手啊！咁啊球證啊直指12碼噶。咁呢球見到啊鄭英浩左腳抽埋去就省中加比爾，何思哲一射啊俾謝嘉榮撲出啦！好彩啊，幾思豪咧就保中啊，就喺呢個下半場嘅66分鐘就為呢個進鋒係攀平啊！咁見到謝嘉榮呢下咧捉到路噶啦，咁但係好彩咧，幾思豪咧呢下咧就反應相當快啊，就保中成功1-1。咁啊大埔被追和之後咧，其實都仲有機會反超前嘅嚇。咁呢下啦，陳少君攞咗個波射埋去，可惜咧就唔係咁夠力啊，就射得比較正宗啲啊，俾阿龐卓熙就擋翻出嚟。咁啊大埔另一次攻勢，盧卡斯。想自己嚟噶啦，咁啊，但系又省中咗啊金雙油啊嚇，咁但系個攻勢又未瓦解啊，再補多腳，但系又未能夠成功做製造咗射門噶。咁跟住李家豪依下鏟埋去，盧卡斯一頂咧又頂唔中啊。咁跟住見到咧就有進鋒嘅球員就受傷啦，後備入替嘅許澤威就。離場嘅，咁啊結果上半呢場波咧就打成1-1打和嘅兩隊。